Welcome to 圈圈 Channel。Hello， 大家好，我是圈圈。不知道大家在过年过节、在生日，或是在一些纪念日上呢，是否都会在 LINE 上面呢，跟对方寒暄个几句呢？相信大家有时候都是利用贴图啊、简短的文字讯息，或是 P 好的一些图片呢，去发送给对方。不过你知道吗？其实这些在他人的眼里看来啊，都只是过眼云烟啊，可能看过就忘记了。因为半数以上很明显都是直接复制贴上，不然就是采用这个一键的祝贺贴图，再者就是直接复制别人的讯息公版呢而进行转发。其实会造成这种现象啊，我想大家都应该能够理解，就是因为一个字，懒。但是又因为到了这个特定节日，不跟对方寒暄个几句，不跟对方讲个祝贺词呢，好像又有点奇怪。发送的话呢，玩来玩去就是那几招啊，所以其实大家也都看腻了，导致收到这些讯息的人呢，其实他并不会有太多的想法，他只觉得哦，就这样。不过就在这时候，圈圈的团队呢听到大家的心声哦。继上次的 LINE 精美讯息之后呢，这次圈圈团队啊开发出了全新的 LINE 精美祝福卡。你所发送出的讯息呢，绝对会跟别人不一样，会是长成这个样子，看起来跟一般讯息不一样，对吧？想知道怎么做的朋友呢，我们继续看下去 ，Let's go。首先呢，你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点击这个 LINE 精美祝福卡片的网址。哦，记得要用手机哦。如果你是用电脑或其他装置在看 YouTube， 记得切换到手机里面去打开点击，不然会没有反应哦。点击这个网址之后呢，手机会直接启动这个 LINE App， 并跳出祝福卡片的编辑页面。这个祝福卡片呢，分成四大个项目。第一个，大家可以先看到中间这个黑色的粗写体文字，这个就是代表这次你要发送祝福卡的主题。可以输入新年快乐啊、生日快乐，或者是纪念日快乐等等等之类的哈，自由发挥。再来主题下方的这个小字呢，这个就是这次祝福卡的内容啊，可以输入你想说的话，例如自从上次在便利商店遇见你之后，我就。OK，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大家第一眼就会看到这个封面的照片。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放上任意的图片哦。如果你是新年贺卡呢，可以放上像是全家围炉的照片；如果是生日贺卡呢，你可以放上蛋糕或者是你和对方合照的照片。只要是图片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哦，对，这个封面图呢，可以做一个裁切的动作哦，你可以挑选到你想要的位置。那最后一个部分，这是一个小小的隐藏功能，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大头贴，它其实是可以点击的哦。点击之后呢，就会导向到你所输入的这个网址页面。这边可以放上像是你的 Facebook、你的 IG， 或者是你有专属的个人部落格，或是 YouTube Channel。只要是网址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那这样就可以让对方更进一步的看见你哦。如果你是业务或者是正在进行推广的朋友啊，相信这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当然啦，这个个人页网址它是非必填的，如果不填基本上就是没有连结的功能，看起来都会长一样哦。 OK， 输完这些资讯呢，而且你已经裁切好封面图片的选择呢，按下这个送出预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输入的内容呢，有一个预览的卡片。如果你不满意呢，就按下这个重新制作啊。如果你满意呢，觉得卡片没有问题，我们就按下分享至聊天室。分享之后呢，系统会跳出成功发送讯息，我们按下确定，接着你就可以到聊天室的列表里面看见某某某呢传送精美讯息卡片给你，你的朋友呢这时候点开就会看到，哎，你的卡片已经出现在这了。如果你有加上连结呢，点击连结就会连结到相对应的设定网址。有没有非常简单呢？ OK， 相信大家看到这边呢都应该学会了，对吧？也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啦。哦，对，这一部影片一样是限量开放哦，使用人数一到呢，圈就会把这一部影片设为不公开哦，距离农历年也剩没几天了，大家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向你的亲朋好友发送祝福讯息吧。最后，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的话，可以到下方点个喜欢，想持续关注我频道呢，记得按下你的订阅按钮。我是圈圈，祝大家牛年行大运啦，下部影片见，拜拜。